感谢主啊，今天又叫到了我们一周的这个一次的这个晨兴圣言的这个导言背讲的追求里啊。那我们今天感谢主，我们进到第七周哦，就是召会生活。我们还是要回到这本这个主题啊，就是召会生活之恢复极重要的因素。第七点，那我们知道这本主要的这个负担还是在于召会生活的恢复，会恢复什么呢？其实就是这一篇的这个最重要的点呢、啊，就是要恢复基督身体的实际。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过召会生活、啊、没有这个基督身体的实际做内容的话，那就是一个空壳子了。嗯，那这个基督身体的实际的这条路啊，它也为我们这个给说明出来了哦，也陈明出来了，就是借着香条。来，我们把这一篇的标题我们一同读一下。阿门。因素七香条为着基督身体的实际。那所以这篇的重点是在于这个实际啊，那这个实际是在基督身体里面，这个实际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它的内在的因素了。那这条路它为我们陈明出来，就是借着香条。那这一篇有五个大点，来，我们先把五个大点过一遍。来，我们把五个大点一起都读一遍。来，先读第一点。神经轮到最高峰是基督身体的实际，完全是生机的。好，第二大点。主的恢复是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使身体是主正确的恢复。阿门。好，第三点。主的恢复建造锡安，圣者做基督身体的实际，即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召会生活中，我们必须竭力经历假日的锡安。Amen。 是，然后第四。神已经将身体调和在一起，而这词的意思是调整，使之和谐，调在一起，失去区别。好，最后一点。神心头的愿望是要纳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也就是记载在四福音书里耶稣的神人生活，能借着实际的灵重复在基督身体的许多肢体上，而成为基督身体的实际，是神亲人中最高峰。那这一篇呢、啊，主要的信息啊，弟兄在开头的时候讲到，当初啊，李弟兄在1994年呢、啊，他在离世到主那边去的时候，他从主接受了两个很重的负担呢、啊。第一个就是讲到基督的身体，要过一个身体的生活。那第二呢，就是讲到基督身体生活的这个实际了。因为第一个我们就需要过一个这个身体的生活嘛，但这生活这里面需要有一个很扎实的内容，那当然就是把基督能够活出来，那就是一个基督身体的实际，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李弟兄就借着这两个很重的负担啊，他就把这条路给我们带上来了。香条就是基督身体实际这个的产生的一条最重要的路，就是香条了。那这五个大点呢，前三点都是讲到什么是基督身体的实际。嗯，三个大点都讲到基督身体的实际。那第四个点呢，是讲到这条路，我们怎么将身体调和在一起。嗯，那这样子调和包括了调整、和谐、调节，调在一起。
意思就是韩式失去区别了。你知道这个标题这个香条啊，它英文叫做 blending 啊，就像你买一个果汁机啊，叫个 blender， 它把任何东西啊都放进去之后呢，它把 blend 打到最后是没有任何的区别了，就只有一种成分了，全部调在一起了。它这个真正的内在意义就是这个了，就是调到我们里面，大家都在基督里都是一了。那最后一个是要讲到我们怎么在这个基督身体的实际里，就是这个教会生活里啊，过一个团体的神人生活。那当然是要借着这耶稣这位这个实际者啊，成为我们的榜样啊，成为我们的模型。那我们可以与基督这个借着与他有生机的连结啊，能够过一个团体的神人生活，这个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也就是神经人中的最高峰。好吧，我们要不要这个花半分钟的时间，大家自己把这个五个大点自己过一遍。阿们。是在基督身体的实际，圣经的最高峰也是基督身体的实际，基督身体的实际是生机的。阿们，生机的。也祝福我们圣经的。阿们。好，那我们就进到第一个大点了。第一个大点，你看它是讲到神经轮的最高峰，乃是基督身体的实际。那基督身体的实际完全是生机的啊，这个重点就有两个了。那我们这个神的经纶就是神的旨意啊。那它里面有一个最高峰，最高峰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啊。这个之后在主的恢复里面啊，把这个真正神心头的愿望啊，给这个启示出来，的确是一个基督身体的实际，是神心头愿望里面的最高峰。那这个基督身体的实际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就是生机的。那生机的是与这个虚空的是完全是相对的。那当初看这个李弟兄就有问一个问题啊，他说：“哎，这个教会啊，跟这个基督的身体有什么不同？”那等一下我们会读到，我们再进入啊。他这个地方。基督身体的实际也完全是生机的，那他用的都是讲到罗马书里面，因为这边重点还是在于这个，正如怎么周一的经节啊，我们身体有好些肢体，但肢体不都有一样的功用，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并且各自做肢体也是如此。所以这边就讲到非常非常清楚啊，这个身体绝对是肢生机的，它就像我们这个人的这个肉身的身体一样，我们这个身体能够生活行动，就是因为它是活的，而且是生机的。那我们身体的能够生活行动啊，就像我出去运动，这要靠着所有的肢体啊的这个配搭嘛，对不对？然后每一个肢体手跟脚都有它不一样的功用，而且要配搭在一起，才能够。让这个身体能够是生机的，是活的。那这个最重要的点呢，就是需要在基督里，每一个肢体都需要在基督里，才能够真正产生基督身体的实际。那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还是各个互相做肢体也是如此。那所以第一个大点的最重要点还是我们一定要记得神经人的最高峰啊，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那基督身体的实际完全是生机的。那第一个终点啊，我们弟兄来读，好不好？使徒保罗完成的执事，完完全全以基督的身体为焦点，至罗马书、哥林多前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身体是神不断做工的最终目标，因此身体就是神整个启示最拔尖的点。阿们。阿们。知道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啊，保罗的执事就是一个完成的执事了，好把神的经纶。完完全全的哦，给真是这个启示说明出来。那他这个他的完成的执事啊，
它的焦点就是以基督的身体为焦点，这个焦点它英文叫 focus， 就像我们照相的时候、要照得最清楚，一定这个焦距要调得很好，这就是焦点。所以保罗他完成的十事，他的焦点就是在于基督的身体了。那所以他写的这个基督的身体作为他的焦点呢、就在这四本书里面，罗马书、哥林多前书、以弗所书还有哥罗西书，这个身体是神不断做工的最终目标，对，重要，最终目标就是身体了。因此身体是神整个启示最拔尖的点了。那所以我们真的走在神所命定的路上、我们一定要走在正确的中心线了。这中心线里面最重要的最拔尖的点就是这个基督的身体了。那他这么用到就是用到罗马书啊，其实他这四本都是在不同的角度来讲到这个基督的身体了。那第一个，这个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个罗马书十二章，我们刚刚也读过了，他主要是讲到基督身基的连结，因为我们这个所有的肢体啊，在基督里都是一个身体，而且各个互相做肢体也是如此。他不只是这样子，他讲肢体不都有一样的功用，所以我们这个每一个肢体摆在身体上都有它那一份功用，所以我们不尽我们这一份功用的话，那就是亏欠主啊。那基督身体的实际就很难能够被建造出来。那所以他这是罗马书的这一方面的角度。那临前的话，他主要是讲到身体的调和。那特别我所这个他所着重点是，神照着自己的意思把肢体各自安置在身体上，身体上聊。那我们是不能说，你看他眼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不需要你。所以他这个肢体里面呢、有较为软弱的，也有较为刚强的。他这边特别讲到较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所以林田这边的他的角度，他的重点是讲到身体的调和，在这个调和里面呢，每一个肢体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都是这个神将他们安置在身体上。所以像我们身上一个这个小拇指啊，也是不可或缺的，那我们绝对不能轻忽每一个肢体的功用，他在身体上都有他的这一份这个功用，就他的那一份、这个是不可少的。然后呢，进到以弗所书，我们以弗所书讲到这个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了。那他这边特别是讲到这个调和的灵，他提到很多。那这个哥罗西书，那我们主要是讲到这个基督是召会身体的头、这是他的一个重点。那所以我们今天召会生机的建造啊，生这个他的实际也是借着这个头，把他的一切的丰富，把生命然后供应到他的众肢体里面。所以我们这个身体是要持定元首本于他，全身借着结合筋得了丰富的供应，就结合在一起了，这个就以神的增长而长大。 Amen。 那他第二终点，我们姊妹们读一下好不好？罗马十二章是由生机连结这个角度来论到基督的身体。五姐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是一个人身体，一个身体。阿门。他这边讲到了就是生机连结来论到基督的身体，他这边最重要的点就是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好，我们刚刚在这个罗马书就讲过了，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并且各自做肢体也是如此。所以在基督里是一个关键。那因为我们能够在基督的身体的实际里面，完全是基于我们里面同有一位基督，那这个基督在里面能够与我们生活行动，所以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有这个基督身体的实际的显出了。若我们不在基督里的话，这个身体就是这个支离破碎的，就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实际，特别是一个团体的显出了。
所以这个在基督里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他就有这几个小点了。那第一个小点我来讲啊，这节的在基督也就指明生机的连结，在基督里是一件生机连结的事。那这边讲到很多，我们是在死的样式上与他联合生长，也要在他复活的样式上与他联合生长。那这边都讲同，这个很重要了。在基督里就是什么什么，我们所经历的、所享受的这一切啊，都是与基督同。我们是与他同定十字架，就是在死的样式上与他联合生长，那我们也是在复活的样式上与他联合生长，还有我们这是野橄榄树，是接在这个枝子上，接在这棵好橄榄树上啊，享受他这个好橄榄树里面的肥甘。那所以这边讲到很多都是讲到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就是新造，就是已过都变为新的了，连我们得救啊，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啊，也是出于神啊。啊，这就是这个一个关键，就是在基督里是一件生机连结的事情，对不对？我们与基督这个在基督里就是与他有一个这个生命上的连结啊，啊，就是生机的事情了。第二点，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与他有生机的连结，这连结使我们在生命里与他是一，也与他身体所有的肢体是一。我们留在这生机的连接里，就是实际的活在基督的身体里啊。这个其实有一个关键呢、啊，我们要与基督是一，那与他是一的话，我们就活在这个身体里了。那身体里像我们的手跟脚其实是也是一啊，我们不能说手是手脚是脚，只要肢体是连于这个身体的，我们就在一里面。所以这个有一个关键字，他怎么讲到是我们留在这个生机的连接里，实际上就是活在基督的身体，活在基督的身体里了。所以留其实就是等于是活啊。所以他这边讲到这个经节啊，我们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那恩典就与我们同在，便主与你们的灵同在。同在就是他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与他有这个生机的连结了。阿们。所以我们心思什么时候置于灵呢、啊、就有生命平安、所以我们的心思置于灵就是留在这生机的连结里，那实际上我们就有就是活在基督的身体里了，因为那个是结果，就是生命与平安。那第三小点就是基身体的实际乃是留在与基督生机的连结里，他这边是用到约翰福音十五章这个葡萄树与枝子的这个的事例啊。基督是真葡萄树，我们是他的枝子，我们作为基督的枝子必须住在他里面。住，那住在他里面的意思就是留在与他生机的连结里，他真是讲到这个约翰十五章主要的经节啊。那的确是我刚刚讲到留其实就是活在基督的这个连结里嘛。那这个留啊其实也是住，那住的话我们是住在基督里了，那基督是一个活的人位，那住在他里面其实就是一个生机的连结啊。所以他怎么讲到特别是讲到人若不住在我里面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了，人在火里面的。那你看这边特别讲的，我们住在他里面的话，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多结果子啊。这是一个生机的，是绝对是这个不是生机的话是不可能结果子的。我们家里有种过果树的都知道了，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啊。所以我们要这个过一个基督身体的实际的话，就是要住在他里面，住在他里面就是留在活在他的生机的连结里。阿们。好，感谢主。那我们现在进到第二大点了。主的恢复是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因此认识身体乃是一个正确的恢复。我认识身体也是一件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没有认识身体，没有身体的感觉的话，这个基督身体的建造就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实际。那这个
这边林简特别讲到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我刚刚讲过，而且各自做肢体，那这个身体要被建造起来啊，需要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啊，还有一起度量和有的功用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才能叫这个身体渐渐长大。阿们。好，我们这边有第一个终点啊，那这个前两个点是讲到一二终点，主要是讲到认识身体，那三四五的话就讲到怎么过这个建造身体的这个路，那第六第七就是讲到这个神现在的需要了，主现在的需要就是需要一批得胜者来与他配合完成神的经纶。那第一终点我们请弟兄来读好不好？教会是以基督的身体为其生机的因素，若没有基督的身体，教会就没有生命，这是一个属人的组织。Amen。 然后第二终点我们请姊妹来读。基督的身体是教会的内在意义，若没有身体，教会就没有意义。 Amen。 哦，的确啊，召会是基督身体为其生机的因素，然后若没有基督的身体，召会就没有生命，只是一个人的组织了啊。这个的确是这样子啊，一个身体里面呢，你就像我们身体啊，外面看不出来，其实我们身体能够生存完全是因为里面的这些内脏啊，在那边不断的运行。你看这个心脏一天不晓得打血液打到全身多少次，才能够维持身体的生存呢？那这个基督 的身体就是召会啊，也是一样，若没有这个内在的因素啊，就是基督自己为其内在的因素内容，那基本上这个召会就是一个空壳子，只是一个人的组织了。对，讲的是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刚这边讲过就不再提了。那基督的身体是召会的内在意义，如果没有身体，召会就没有意义了。啊，的确是这样子啊。今天这个我们讲到很多，外面都讲到召会，召会，我们知道我们都提过，在这个希腊原文啊，召会就是 Ecclesia， 艾克西亚，它就是蒙召出来的会众啊。以前我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这些外面这个我们所接触人，他们也知道啊，召会真正的意思是蒙召出来的会众。可是蒙召出来的会众，如果只是在一个礼拜在主日聚集那两个钟头啊，这不是真正基督身体的实际啊。基督身体的实际啊，不但是这些蒙召的会众聚在一起啊，他还要有这个基督身体的实际在他们里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相调的这个生活，有相调的实际在里面显出。这才是真正基督身体的实际，不是只是外面有一批这个蒙召出来得救的这个圣徒们聚在一起，这个不是真正基督的身体，就没有这个生机的实际在里面了。所以我们今天蒙召出来会众，我们还要调在一个身体里啊，彼此做肢体，好尽我们的一份功用。那所以这边就讲到基督身体实际上一个建造的路。哦，第三点，来我们弟兄读一下。爱遮盖人并建造人，所以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在我们的所事和所作上，爱乃是极超越的路。这是介于这个哥林多前书，然后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了，爱若没有爱啊，这爱当然是这个是神的爱，不是我们人的爱。如果没有这个基督的爱啊，在里面做建造的这个元素的话，这个基督身体这个实际是不可能产生的，因为爱才是极超越的路。这个灵前我们就不读了哈，这讲得非常非常的这个仔细啊。我们这条路就需要有爱来遮盖人并建造人了。阿们。然后第四终点，我们请姊妹来读一下。长老们必须彼此牧养，彼此相爱，做身体生活的模型，
长老们需要彼此相爱，他们的妻子也需要彼此相爱，他们也需要爱彼此的儿女。阿门。对，所以这个爱啊，你看这个主耶稣这个复活之后来找彼得啊，就讲说你爱我吗？他这边特别提到要喂养、哦、也有牧养，他这边提到了特别嘱咐长老们，当然这个彼此牧养彼此相爱、啊、做身体生活的模型是每一个圣徒、哦、所需要做到的，那长老是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模型、哦、做我们的榜样。他这边主耶稣我记得他临死前特别、哦、这个嘱咐这些长老们、啊、这个召会的这些领头的弟兄们呢、啊，要彼此的相爱，还不只是彼此啊，他们妻子也需要彼此相爱，还有他们的儿女，我们也要彼此能够照顾到啊，这是一个身体生活的一个模型啊，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这个最重要的点还是在于这个爱，爱能够遮盖人并建造人。那第五终点，我们弟兄来读一下。我们若要有基督身体的实际，就必须让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基督身体的实际乃是对内住基督内里的经历。所以我们这边一再讲到、啊、这个基督身体的实际、啊、既然是内在的，那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样身体基督身体的建造里、啊、就需要有基督内里的经历。这内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内里就是基督做我们的生命，然后呢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我们不但有这样子的看见、啊、还有每天要与他有一个神迹的连结，就是让基督借着信能够安家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这主的恢复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里面要有这个与基督生机的连结，一切都在内里的经历里面，这才是真正的关键。那最后第六跟第七，第六来弟兄啊，不，姊妹读第六。姊妹，主既确实需要基督身体的实际，在众地方召会出现，除非这个身体相当的出现，否则主耶稣不会回来。哦、我们这里要有这样子很重要的一个看见，这都是圣经的真理啊。主耶稣要再回来，他最终的心意就是这个基督的身体有实际的，还不是在某一个地方出现而已啊，他是要在众地方召会 出现了、啊、这才是神这个基督回来的一个条件，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今天为什么这篇整本的这个信息的负担呢、啊，就是要基督召会生活的恢复啊，这个一定要有基督身体的实际显在各个众地方召会里面。有他这边讲到是有一个相当的出现啊，就是有这个实际的显出的主耶稣，才能我们才能把主耶稣带回来啊。那第七终点，我们大家一起读好了。主需要的圣者好完成神的经纶，他所得着基督的身体毁坏他的仇敌，圣者基督的身体就造起来，基督的身体若没有建造起来，都就做回来迎娶情妇。所以基督身体的实际啊，要有相当的显出啊，就需要这有一批得胜者，因为得胜者才能够完成神的经纶，把基督建造起来。这个得胜者我们等一下这个这后面会讲，下一个大点会讲到这个。那得胜者其实不是一个什么很高超我们很难达到的，得胜者就是一个爱主、哦、渴慕主的显现，每天与他有生机连结，这就是一个得胜者这个的路啊。啊，其实我们今天就在这个成为得胜者的这个路上，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是需要竭力的来追求啊。阿们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子的看见，主需要得胜者来完成神的经纶。完成神的经纶呢，就是基督的身体能够得着建造嘛，就是身体
有相当的出现啊，主只能够把基督再一次的带回来，基督那回来的时候就是迎娶新妇了。阿门。啊，我们再进到这个第三大点呢、啊，主的恢复乃是建造锡安。那这个主会见到锡安，锡安其实就是得胜者做基督身体的实际啊，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在教会生活中，我们必须竭力达到今日的锡安。这边是讲到很重要，是今日的锡安啊，不是一个遥远的目标啊。我们今天的锡，这个我们今天所要竭力追求的，就是要达到今日锡安，就是今日的得胜者。然后把第一终点，哎，我们还是弟兄来读一下。锡安作为圣城耶路撒冷的高峰，必表得胜者是教会的高峰中心，达到加强丰富毅力和实际。好，然后姊妹我们读一下第二点。耶路撒冷预表全体的召会，西安预表预表圣城。圣者六约每次说到西安和耶路撒冷的信息，都叫我们看见耶路撒冷的特色、生命、祝福、建立，都是从西安得着。阿门。那所以这些西安，作为耶路撒冷的高峰和美丽啊，预表得胜者是召会的高峰中心，拔高加强丰富美丽和实际，这些都是大部分我们都可以进到在旧约里面的诗篇都讲到这个锡安呢 啊乃是这个全然美丽的锡安呢、啊，神已经发光了，然后愿众圣所差来的帮助以锡安来扶持你，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那今天感谢主了。这个耶路撒冷他这边讲到，这边有一个耶路撒冷跟锡安，耶路撒冷是讲到一般性的我们的召会生活，但是在我们的召会生活里面呢，需要产生这个得胜者，就是耶路撒冷城里面的最高峰啊，有一个叫做锡安，它是耶路撒冷的高峰，这个高峰啊，就是这个在我们召会生活里面应该有的这个美丽啊，就是这一般得胜者被产生出来。那这般得胜者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它里面就是满了基督做它的内容，那个他每天与基督一同生活行动，有生机的连结。那借着这样子的这个基督的在他们里面的构成呢、啊，给他们经历来享受，他们就连结在一起，成为一个团体的这个得胜者。这个得胜者绝对不是几个个人的、哦、他们这些得胜者在基督里能够调和成为一个实体，就成为这个耶路撒冷，就是今天召会这个生活里面的一个美丽了、嗯、一个最高峰了，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有一个这个出现了啊，的确是今天主的这个心头愿望就是在召会里面了。嗯，今天的基督身体里面能够得着一批得胜者，就是做耶路撒冷的锡安。阿妹，感谢主。好，我就交通到这里，接下来 Philip 弟兄从这个第三终点、啊、开始。阿妹，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篇就说到香条为的基督身体的实际。那刚刚弟兄已经跟我们走过、这前面几个大点，就关于基督身体的实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主的恢复所看见的意象，也就是要恢复这基督身体的实际。我们光认识身体，我们还要达到这样的一个实际。那记得主仆李弟兄在走之前就问说，今天全地的地方教会这么多，到底基督身体的实际在哪里？所以到今天啊，过了快30年，我觉得这个点还是在我们身上，这个需要，这个呼召还是在你我的身上。所以我们需要看见，我们没办法说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有看见这个，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起来，所有神的儿女都愿意来操练过基督身体实际的生活。但是至少有一些少数，他说主今天需要得胜者，那换句话说，我们有一个心愿，我们愿意与主配合，就是在今时代召会时代需要有一批人，真是在召会生活中
能够有过基督身体实际的生活，也就是团体的神人生活。相调不是只是聚会，那个这一个月一次或几周一次或参加个特会，那个只是我们说相调呢，就是 几个钟头的事。但是这里所说的相调基督身体的实际，乃是我们整个教会生活，无论是团体的个人的，我们都需要有在基督身体实际的生活里。所以呢，我们就需要看见今天你我愿不愿意，愿不愿意答应主的呼召而出来操练，有这样的一种相调的生活。所以第三个终点说，新耶路撒冷乃是得胜者的总和，主信徒中的移民，较早的得胜者将成为基督的心腹，为是一千年，然后他们要与主其余的信徒较晚的得胜者一同成为基督的妻子，直到永远。那换句话说，这里有一个是较早的得胜者，还有一个是较晚的得胜者。那我们就往前看啊，在下一点他说，较早的得胜者乃是耶路撒冷里之西安的实际，他们心中向往西安大道，他们借着钉十字架的基督，由他做他们避难所之窝的铜祭坛所表征，并借着在升天里复活的基督，由他们的安息之房屋的金香坛所表征，合并到他们居所的里面，借此在里面接受教会的路。那么在诗篇八十四篇就给我们看到，我们心中向往西安大道。他说，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的两座坛那里，连麻雀也找着房屋，燕子也为自己找着刨除之窝，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然后呢，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弟兄姊妹，这意思说你我需要渴慕，需要有一个向往。我们不过一般的这样的只是平平淡淡例行的教会生活，我们有一个心愿，我们愿意走一个往西安大道去。因为他，我们刚刚前面读到，在耶路撒冷境内有一个高峰，它是一个特色，生命祝福完全就在西安 这个看见所得着的。所以你我愿意在教会生活里，我们就有一个反应，主啊，我们愿意做今日的西安。也就是说，我们平常的在教会生活里，有一般人他们是愿意与神配合，而在这里有一个操练，有一种生活是向往西安大道生活。在哪里呢？进入帐幕之旅的生活。刚刚弟兄也跟我们提到，我们每一天的晨兴啊、晨更，我们的享受主的话，我们的追求，这都是向往西安大道。因为在这里，一个是铜祭坛，当我们进入帐幕里，我们首先就是在那铜祭坛那里认罪悔改，接着主的宝血把我们完全的带到圣所，再往前借着他升天复活这位基督，他把我们带到金香坛里，就是借我们的祷告，我们摸着了主，我们享受了主，我们操练灵与他是一，我们被带到金香坛这里祷告，进到至圣所里，就与神完全合并为一。这个才是有真正那个基督身体的实际，这个也是今天教会生活的路。所以我们这一班就是麻雀，我们就是燕子，我们都是弱小的，但是我们愿意在这里天天操练，有这样的亲近享受神的生活，我们愿意操练过正常教会生活的路。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成为得胜者的条件。刚刚说早期的得胜者，国度时代以前需要有一批人蒙神呼召，愿意与神配合，在今世我们过得胜生活。我们知道有几班人，第一个历代的殉道者，他们就这样的生活，第二十四万四千人做出手果，第三我们知道大灾难会来，会有一批受敌基督所逼迫杀害的，他们也要成为早期的得胜者。还有一批呢，就今日活着警醒在神面前的，马太二十四章，我们弟兄们在田里工作，娶一个撇下一个，
姊妹们在房间推磨，取一个撇下一个。你我需要警醒，就是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生活吗？需要精实做警醒预备好的圣徒，我们能够有份于早起得胜者，那个就能与主一同在羔羊的婚宴里成为我们的奖赏，然后带进国度时代。但有很多的圣徒，他们可能要经过一千年后，这里就说到跟我们提到，他是后面就得胜，后面他们就成熟了，就与我们一同成为团体的新耶路撒冷。这里就是前面所说到的，至终这个新耶路撒冷就完全的显现，成为基督的妻子。但是那些得胜者就成为他的心腹。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祷告，主啊，愿我们都成为今日的西安。弟兄姊妹，我们愿意操练这个哦，天天让主做到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能够有实际的相调在一起。所以后面他们给我们看到第二小点，我们一同来读第二小点。得胜的意思，得胜的意思，主我们爱主胜于我们的己，胜于我们的魂生命，随着基督身体的实际，为着唯独认识基督并爱基督，并爱基督。第三小点呢，主在等待一般得胜者，胜者复活里活出基督身体的实际，为基督的信徒把他带回来，引进他的国度时代。因此我们要祷告，主啊，愿我们蒙你的怜悯，点点你的得胜者。阿门。弟兄姊妹，我们巴望真是成为这个带进国度时代的这般得胜者。我要祷告，主啊，愿你怜悯我们，给我们恩典和怜悯，做你今日的得胜者。我们唯有这样的生活，我们才能有真正的实际。那后面第四大点就带到，那什么是香调？好，弟兄我们一同来读。神已经将身体调和在一起，调和这词的意思是调整邪和谐，而且并调在一起，是失去区别。好，第一重点，来，我们要为着基督身体的实际而相调，必须经过十字架，沿着那里基督身体的建造，将基督分赐给别人。这个就是相调所要操练的，这个实行相调，第一个是什么？经过十字架。第二，凭着那里。第三呢，就是要将基督分赐给别人。不单单只是聚会，所谓商量办活动，我们出去活动，弟兄姊妹，我们 在公园，在海边，在外面野餐，也可以操练。第一个什么？经过十字架。第二，凭着那灵。第三，为着基督身体的建造。第四，将基督分赐给别人。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聚会也好，活动也好，爱宴也好，我们就是自己做自己的事，我们忘了周遭还有很多弟兄姊妹，还有别人我们不认识的，但我们就是不习惯， 不太敞开，只是点个头不够。就要第一什么，我们再来一遍第一重点，我们要为着基督身体的实际而相调，又必须经过十字架，在那里为着基督身体的建造，基督分赐给别人。特别如果福音朋友，我们应该在那里否认己啊，我们主动去接触人，能够这个传一点福音，这个就是也是一种相调的操练。与弟兄姊妹好久没见到，我们也应该敞开，能够主动的，这个叫否认己，不要在自己的 comfort zone， 就是你舒服嘛，你自己舒畅就好，不要经过十字架，要操练灵，出去活动也是要操练灵，然后呢，分赐基督给别人。第二，我们来
调和的意思 是我们总该停下来，下来跟交通。如果没有与其他一同配搭的圣徒交通，交通该做什么？该做什么？跟交通调整我们，调整我们，使我们和谐，调节我们，我们调在一起，我们调在一起，把我们调在一起，我们就需要更多的调。这个调呢，就是也是刚前面说的那三个点，我们就借着。交通就是在灵里面交通、使我们能够和谐调节与众人调在一起。所以说到一般负责弟兄也许常常在一起聚会而没有相调，我也可以说我们常常有小排，常常有聚集，常常有在一起，但是没有相调。相调的意思还是第一，经过十字架，凭着那灵，并且做每件事都是为着基督身体的缘故而分赐基督，借此我们被别人摸着，我们也能摸着别人。很多时候我们怕去摸别人，也不太愿意让别人摸我们，所以我们整聚完会也都一样，大家只是客客气气。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操练的。 Amen。 第四，这样的调和呢，他说不是交际，乃是个别肢体训练的众召会通工长老所享受经历并有份于之基督的调和，这是我们每一个需要、在灵里面的，这是一个神圣属灵的范围里面，所以不是一个交际，不是外面一种客套，不是用场合里面我们 的所谓的礼貌，这里是需要敞开彼此的相调和交通带到基督的灵里面。所以第五终点说，我们需要跟随使徒的脚踪，将众圣徒带进基督身体全体相调的生活里。使徒借着推荐与问安，将我们带进基督身体全体相调的生活里，好使平安的神能将撒旦践踏在我们脚下，并使我们能得享基督丰富的恩典。所以罗马书十六章，你看到使徒保罗末了的问安，总共有27位各地来的圣徒的名字都写在上面。这个交通，这个问安，这个彼此的这个这一种的、亲切的问安里，就看见实在是一幅甜美的图画，就是基督的身体每个肢体在那里的和谐和平安。至终呢，平安的神就要将撒旦践踏在我们的脚下，说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与我们众人同在。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当显示出来的光景，有那个基督身体的实际，不在乎我们的背景情形，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光景，我们乃是在身体里彼此的交通和相调。所以他说第一个相调的目的是要将我们众人引进基督身体的实际，我们需要在作为手续的众地方召会里，好被带进基督身体的实际，这个目标，我们的目标就是产生基督身体的实际来。我们保爱我们的地方召会，但是至终我们需要能够往前，能够与众召会众肢体相调在一起，而有基督身体的实际。第二小点，我们一同来读。主恢复的最高峰，真正实际完成神经轮的，不是叫神以有做法产生许多地方召会，乃是让神产生生机的身体，做他生机体。所以这里我们的观念还是要转、地方召会不是一个宗派，地方召会也不是一个宗教组织、慈善机构，不是。我们乃是基督身体的身体，我们不单单是这样、在一个地方的聚会，好像有形的做法来做一个地方召会，我们目的乃是要产生基督身体的身体，做他的身体体。还是一样回到前面说，至少我们需要有一般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我们这个认识，我们愿意率先来操练，也带着弟兄姊妹来操练。第三小点说，保罗认为召会是一个饼，这种想法不是他自己发明的，乃是从旧约这个里的数记，利未记二章四节所说的数记的细面条油，
细腻，每一部分都是用有调和的，那就是香条。这个细面乃是一粒粒的麦子磨成粉，所以也真是要调在一起，就需要我们乐意被破碎，我们在这里来与众人调成一个饼，而且每一部分都是用油调和，就在那里的里面，我们把我们众人相调在一起。是，所以利未记二章四节说，你若献炉中烤的物为祭物做供物，就要用细面做成调油的无酵饼或抹油的无酵薄饼。是，我们的朝会生活是一个守月节，也是一个吃无酵饼的生活，这个是完全圣别的。阿们。求主天天时时刻刻真是来调我们，也叫我们与众人调在一起。所以第四小点说，少有人说到相调，因为这是不仅非常高深也非常的奥秘。相调不是一件物质的事，我们相调的意义乃是基督身体的实际。所以呢，所以说它不是交际，它不是外面的一个活动，它是相调乃是把我们转移到神圣奥秘的范围，是非常深奥的，也是非常奥秘的。因为例如小点说，相调乃是为着基督身宇宙的身体，为要照着神的喜悦，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做神经人的最终目标。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召会生活的目标，也是我们看见今天我们需要实行相调它的重要的意义。但愿我们有这样的心愿，我们一同来操练。好，第五呢，就做一个结论，我们一同来读第五大点。神心头的愿望是要在那耶稣身上事实记者，也就是记载在耶稣里，耶稣的神人生活，借着实际的灵附在基督身体的许多肢体上，为基督身体的实际，是神经人中的最高峰。所以这个你说到基督是耶稣身上是实际者，那今天这灵调和的灵在我们的灵里，我们众人需要过一个团体的神人生活。从个人，我们需要在这里操练，如同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一样，他不活他天然的生命，他乃是活父神给他的生命，他不说自己的话，不做自己的功，不寻求自己的荣耀。我们需要在这里操练的乃是在耶稣的灵里来过同样主耶稣在地上神人生活实际的那种生活，然后我们众人呢也能够一同来在一起彰显出这样的一个生活，这个就是基督身体实际的神人生活。好，我们来弟兄们，第一终点，基督身体的实际乃是实际的灵，就是耶稣的灵，借着我们的灵，耶稣的灵包含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也就是耶稣的神人生活。耶稣的神人生活。第二重点，姊妹们，当我们在调和在灵里，我们就凭着实际的灵，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照着四福音里他的模型，而学基督，使他的传记成为我们的历史。基督身体作为世人的生活，应该以四福音里所启之耶稣的生活完全一样。可以。这个就是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从我们身上的活出。好，第三，我们弟兄们，基督身体的实际乃是成全之神人所过的团体生活，人是真正的人，不凭自己的生命，乃凭经过过程之神的生命而活，经过过程之神的属性，借着他们的美德彰显出来。对，所以乃是在我们活一个团体的神人生活，然后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彰显神圣属性的一个美德出来。好，第四，姊妹们，
基督身体的身体的实际乃是蒙重生变化变化神的再部分神人在基督的复活里翻神在永远连接的调和生活生活。所以呢他说第一节他说这个调和啊就是 mingling， 他正在啊，这个英语 mingling 后面 ing 就是现在分词，这种生活是一直在进行，现在我们也在进行，我们就是在香调的里面。因为我相信这个时候我们都在灵里来操练你与弟兄姊妹的灵彼此的香调。第二呢他说这种调和的生活乃是在基督的复活里，而这复活的实际就是那灵，这复活将终极完成的神分赐给信徒，并将那胜过死的生命释放到信徒的里面。我们借着这样的相调，借着我们在复活里的生活，我们就能供应那灵给弟兄姊妹们。好，第五我们都一同来读，被成全之神被成全之神人所过这团体调和的生活，和终极完成于新天新地里的新耶路撒冷，神的扩增并彰显，直到永远。谢主，是但愿我们有这样的心愿。我们也说主啊，就得着我们这班人，成为你今日的得胜者，我们能够被成全的神人，过这团体调和的生活。能够带进再来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阿们阿们，我们请两位弟兄继续加强他们负担。阿们阿们，是感谢主。阿们是我愿意就着第四个点，第四个大点是我们要为着基督身体的实际相调来有一些的补充。阿们是这经我们必须为着基督身体的实际相调，要经过十字架，凭着那灵，为着基督身体的建造，将基督分赐给别人。调和的意思是我们总该停下来与别人交通，若没有与其他一同配搭的圣徒交通，我们就不该做什么。因为交通调整我们，使我们和谐，调节我们，把我们调在一起。所以我们既是身体，互作肢体，我们第一件事就必须是来在一起，神将这身体调和在一起。这基督的身体是生机的，生机体的肢体必须是相互交通的，肢体不来在一起那不可想象。如果我们都是缩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如果我们只是和弟兄姊妹们保持一个聚会的彼此相安的关系，那基督身体的实际就与我们无分了。就我们或许过一个这个太平无事的召会生活，但是呢，这就好像是把一堆的砖头堆砌在一起，可以在外面弄一个看起来还像样的建筑物，但是那是死的，不是基督的身体，没有任何的生机。所以在召会生活中最好的实行就是相调在一起，是一同进入到配搭和侍奉里，这是我们进入相调是最好的路。另外是与弟兄姊妹们配搭，我们一同来传福音，一同看望，一同来牧养新人，一同来为主说话，一同是为着圣徒和召会的祷告往前来祷告，我们一同劳苦，一同负担，一同往前。所以呢，只要我们稍微有一点这样的经历，就会发现这我们在这篇信息所交通的它是非常的真切，并且是实际。这个样的生活是世界上最好的生活，但是它不是白白得来的，因为我们都要在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新人的成分是一样的，但我们旧人的成分却是大不相同。比如说我们在小排中有一个新人出现，福音朋友出现，大家都有很有负担，但是有的弟兄姊妹就认为呢，这个时候唱唱诗歌问候一下，对他多有一些顾惜就好。有些人就觉得呢，如果没有给他讲一个完整的信息，有一些圣经的这个经文，那他就白来了。结果呢，这个结果就出现这个争执。还有在这个福音聚会，有人说这个这个爱宴非常的重要，要选最好的食材，最好的烹调。有的弟兄姊妹就说呢，我们应该多花时间接触人，不要把精力花在这些食物上太多，结果大家就各持己见。这个时候啊，就是我们真正需要调和的意思。这个调和呢，就如这个信息所说的，我们总该停下来与别人交通。另外是注意啊，我们这是停下来是一同寻求主的带领，一同祷告，一次敞开，是圣灵通过我们每一位，我们的交通就通了。这样的交通的确是调节我们，调整我们，这让我们能够和谐的调在一起，我们就会得着许多的益处，许多的这个不同就在这个过程中消失。
快的人呢就学习慢下来，慢的人学习快起来，这高标准的人学习呢轻热旧，这邋遢的人呢学习真准紧，是这样的过程啊，的确是叫我们的心里面，叫我们的魂是很难受的。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所要经历的十字架的功课，因为它是杀死反对我们天然反对我们的己的。这个交通的结果不是要分出谁好谁坏谁优谁劣，而是让主的带领和圣灵的通过，最后的结果是主得荣耀，圣徒得阿门。是这样的交通哈，明白是真是哈，让我们能够有主的祝福。没有交通，事情就算办成了，它也是益处也很小。特别是如果是我们把不是基督的东西带进来，他以为是交通，比如说靠着这个投票啊、谈判啊、妥协这种东西，更是有害。是甚至会把教带进来，所以我们必须要多交通，明白是在主里多交通，多交通这个是错，我们也是错在主的手里。赵慧子这个生活中的经历告诉我们哈，这样的交通最后是让我们祝福满意，是感谢赞美主，是我们也就是在这个交通当中，我们也明白我们怎样来在身体中做一个进攻用的合适的肢体，也才能像圣经所说的看自己看得清明适度，看别人比自己强。而且越是有这样多的交通，我们的彼此相爱啊就越多，而且越真实。相反呢，如果我们只是一个同事的关系，那么呢就算是在一起办成不少事情，那个真正的关切还是很少。换句话说，基督身体的实际还是感谢赞美主哈，就是我用这个信息这个第四点的最后一个终点啊做总结。我们需要跟随使徒的脚踪，将众圣徒带进基督身体全体的相调生活中。明白是这样的，这个全体相调的生活，好使平安的神能将撒旦践踏在我们脚下，并使我们能享受基督丰富的恩典。感谢赞美主。Amen。我谢谢弟兄的教徒哈，我是周四早上看了微信，啊，让我说些加强的话，啊，看到微信之后呢，我就在思想这周的纲目的灵。啊，为什么神有相调的思想呢？啊，接着这样的思想就是在思念上面的事情哈。啊，我交通重点是放在主观的意识上，意识神相调和调和的思想是什么哈？啊，在圣经的启示有个中心的思想，就是神愿意把自己要人接受他，并做到人的里面，做人的生命，和人调和在一起。甚至化合在一起，成为人里面的成分。按照这周的信息的话说，就是神调在人里，人调在神里，神和人，人和神，二者成为一。哈，啊，到底神是怎样把自己调到人里面呢？乃是借着他是灵，也是生命来做的。哈，这就是我想起了诗篇二十三篇。啊，本诗篇其有六节经文，这六节经文中的分两段，前三段是他与我的关系，后三节是你与我的关系。啊，我们都知道中文有三个代词，你我他。啊，他与我的关系是第三者的关系，间接的关系。你与我的关系，直接的关系。啊，本诗篇从他与我转到你与我的关系，你摸没有摸到这个感觉呢？这里的感觉就是调和。我们来再看本篇另一点特点哈，本诗篇是以耶和华为开头，又以耶和华为结束，中间过程还是耶和华。也就是说呢，开头说到基督在他的复活里是牧者，强调的是基督。中间的过程是四灵的基督牧养我们，分五个阶段，强调的是那人那灵，结束在住在神的殿中。殿这个词在希伯来文原意是家，我们要在父的爱中长久地住在父的家中，享受神与神。在这里我们能看见旧约圣经中调和的思想。啊，我们再看约翰一章十四节，化成了肉体，这意思是主耶稣是神来做人，是神进到人里面，所以是神性与人性的调和。而主的死而复活是他的化成为肉体正好相反，化成为肉体是神性进到人性里，
死而复活是银杏进到神性里，化成为幼体是叫活的银，是活的神进到银的里面，死而复活呢是叫银活在神的里面。我化成为幼体，使地上有个银，这个银有里面有神。死而复活是使天上有个银，这个银已经进到神的里面。化成为幼体是神与银调和，死而复活是银与神调和。这里清楚让我们看见圣经中相调的思想哈，相调或相合，这个调是指内在的，正如茶水调成为，正如茶和水调和为茶水一样，茶里有水，水里有茶，水和茶，茶和水就调在一起，两种元素就不再分开了，二者虽然有别，但却是不分开的，因为它已经相调在一起，构成一个实体，一个饮料。我们再回到诗篇二十三篇，本诗篇只有六节经文，却有十六个我字，多数人在我们里只看见我的需要，我得了一点安慰，我得了一点安抚，我们需要有一个转，从我转到不再是我，就如以赛亚书四十章四十三节，那个恶者说我要做什么，要转到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十节，扫罗回答主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扫罗不是说我要做什么，当人有这个转换时，我就不做什么，反而会说，神啊，我当做什么？然而呢，之后呢，在使徒行传六章就有启示说，你所当做的事，我必告诉你。这就是神在人里调和的结果哈。相调和的思想在圣经里是非常强的，我们都不要忽略这一点，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你要不要神与你相调呢？要想成为神有用的，就该学习这个最基本的功课。愿主给我悟性来验识神相调的思想，来摸神的心意、神的意愿，顾到神的心愿，经历圣灵与人的相调来光照我们。阿们，教授完了。阿们，是主啊，感谢你。是吧？谢谢你。